我叫罗明，我实名举报，昌武市赵孝生家族是无恶不作的犯罪团伙。两年前，我媳妇被打，倒置顺斋主，活不了多久了。这一切。 都是因为赵家。五年前，我们拿出所有的家当贷款买了这套房子，就进了赵家的圈钱骗局。彭祥、程建根本就没有想把这房子盖好啊！我们背着这个烂尾楼。 每个月要拿出上万块钱的贷款，上万块钱呐！我媳妇找他们商量解决的办法，就被害成了这样。我儿子人间蒸发，我拿不到市政部门就被打。 被威胁、被恐吓，这一切都是家常便饭呐！赵武的天太黑了！举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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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是不是你写的？是不是他们写的？ 在线楼盘发生命案，经警方调查断定，两名死者为夫妻关系，因欠下巨额外债无力偿还而引发悲剧。丈夫罗某殴打妻子刘某致死后跳楼身亡。适逢中秋佳节，光彩昌武。田主任，罗明夫妇确实联系不上。灯火通明，夜景一条街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。 此次亮化工程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，更是一项明星工程。扩美化道路，保障可以当吗？是。不一样的视觉感、体验感、幸福感，从而使我市的建设发展更具温度。我市著名企业家慈善家、铁石矿业集团董事长赵孝生先生，在昌武市慈善日活动中被评为双十佳慈善个人。 赵孝生先生表示，爱心不分大小，善举不分先后，希望凝聚更多力量，共建美好昌武。 慈善家赵孝生先生在得知安居院的惨剧后，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昌武直播联系到了罗明夫妻的家人，承诺铁石矿业集团旗下的慈善组织会给予两家老人长期的帮助，陪伴他们渡过难关。敬我们的大慈善家，爸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快坐下吧。哎呀，今天是中秋节啊！ 月圆人圆，哎，你看这红酒是老四从澳洲寄回来的，哎，就等于人也回来了啊！哎，愿我们赵家一如既往，平安顺利，啊，来，平安。
平安不是祝福来了，二哥，你这一年到头也不回家一次，今天我们也没请你来。 上回的事儿，你还没给我答复。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谈这个事儿？平安的前提是心安。爸，老二真的是白养。 白养，爸，您别担心，还有我替您分忧。你还有脸说呀？要不是我给你擦屁股，你早进去了。办事儿动点脑子，别老是自作主张。办什么事儿？先问问我，问问爸。怎么着？就你厉害呀？ 监控，低调点啊！ 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啊！这里是赵家委，庄聚会了。哎呀，你这什么事儿啊？马上12点了，下班了。<笑>还当你有什么事儿呢？赶紧换衣服喝酒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 谢谢各位，来来来，还有谁跟我更亲啊？来，都有都有。大哥好，叫郑哥。郑哥好。叫有什么伤啊？来来来，喝起来，喝起来。大哥。
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哎哎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哎！怎么还羞了呢？在职警官，你吃点喝点得了，这不敢，这不行。哈哈哈哈哈！别都听见了吗？哎，长官喝酒，请，喝酒，请。长官，要不你接一个？听说武装组的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随便拿，喝酒，喝酒。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厚，可是你三哥，三哥不给你吹台词。我跟你讲，三哥，好消息啊！三哥有办法把你重新搞回刑场，进你的法院。你听我说，信三哥。 我按三哥没别的要求，等你回去了，我给你三哥整整理，告诉我们家老大那账目上，就他那点人际关系，屁股没有，就靠你了，三哥。你这不是看不给我过好了呀？啊，我这天天这么高兴，我又轻松，我赚的又多，我回什么刑侦？你可别给我弄回去，我不去。 跟你讲，回去，挣的更多，下心思，今天就按你那几个，吃喝酒，OK， 吃喝酒，来，开心，，来，接着走运。 接着我，唐哥，你这回真打算帮长征回这个刑侦大队啊？咱们家的人脉全部都集中在老爷子和老大的手里边，我们手上一点没有。每次脏活累活归我们干，干完了以后回去还要看他们的脸色。 我不干，咱们自己手里的赚点人脉。可是哥，你忘了他这回受处分，全都是因为咱们赵家，所以说你这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就他那次烧喝了。 欠他那次烧拿了，有这些攥在我们手里边，怕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三哥，够，实在是够，让你，哎，三哥，说句实话，长征那小子做回副大队长，那咱哥几个以后做事儿方便多了。你三哥。 正在酝酿一个大动静，用得着他吗？小伙吧，六子，一会儿你记得去教育一下那个采访农民的记者。好嘞，哥。 盯了他一晚上，还是老样子。取消监视。取消。回来吧。天。
就快亮了。好。哎，成哥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又怎么了？啊，坐坐坐坐坐，这不就打架吗？打架？又跟谁？我跟三哥有过节。打成啥样了？现在医院住着呢。还住院了？啊，你是真行啊，天天干，干不够是吧？啊，长征。哎呦，哎呀呀呀，这不是张大队长吗？您这么大领导，怎么屈尊到我们赵家围这个小派出所来了？油嘴滑舌，到派出所待段时间，看清风向了。嗨，这不都是跟队长学的吗？见风使舵，要不然根本混不下去。见风使舵也得看风有多大，要不然也容易翻船。行吧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万里追凶破得灭门案，二等功下来了，考虑到。你还在处分期间，我就不给你开表彰大会了啊！来，意思一下。李正，海生同志，希望你戒骄戒。行了，都给我流放到这儿了，别整形式上进去了啊！我看看，挺好。谢领导啊，专程跑一趟。领导慢走，出门别栽跟头。李军被打成重伤，送进医院了。他假扮记者调查过罗明的案子。和罗明有关的人暂时不要接触了，我会请示上级，另行安排。我跟着419枪击案，受害人拒绝提供证据，一问到案子的情况，话都说不利落了。106殴打致死案的受害者家属看到我就赶我走，好像我是害他们的人一样。612案的受害者根本联系不上，不知道躲哪儿去了，听街坊说是怕被报复。附近发现赵家的人了，马上转移，快！你是警察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我爸忌日当天。那小子往我爸殡葬格上泼脏水，我不揍他？不管他干什么，你也不能把人打成重伤。重伤？不可能。夜伤报告，你自己看。他们这绝对是诬陷我。也别停职了，等待处理吧。听我指。张大，你们到底是哪伙的？张秋风。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态度，所以我爸死得不明不白，到今天还在被泼脏水。我爸应该葬在烈士陵园里面。你注意你的态度啊！我告诉你，停职不停工。现在各个辖区警力都紧张，你到派出所去帮忙。
你说什么？谢成哥对弟弟的照顾，谢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对方那个家属啊，咬得太紧了，没办法，必须给你弄过来，要不然早给你放了。等，行，没事儿，成哥。蹲几天就跟回家一样，没事，行，咱们这个，要不说你，这有点文化，读过高中就是不一样，你比黑头山猫那俩傻子强多了。真哥也这么觉得，不是吗？真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三哥身边的诸葛亮。哎呦天哪！真的，三哥好多主意都是我给出的。那看你这机灵劲儿啊，那老三的好多损招应该都你给想的。怎么能是损招呢？我跟你说，郑哥，你是自己人，但是千万别往外传。不合适，周总。小子，做人啊，得懂得别扭。我给你买，你说你不同意；我跟你谈合作，你又说不合适。那你要怎样？把所有路都堵死了，你想怎么走？赵总，龙记酒楼是你派人砸的吧？南哥，这么说吧，夏老板，把这个签了，以后没人敢去砸。赵总，做人不能太贪。就像这生蚝，要是吃多了呀，会凉的。什么？张老三，命里边就是重金重火，不怕凉，吃多少都无所谓。反倒是你啊，夏老板，你个臭鱼烂虾，跟我们这儿装什么装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冯香龙海鲜市场你给，那是我的；你不给的也是我的。唯一的区别是什么？唯一的区别就是你
还有你，以后有没有好日子过？赵老三，我把我哥叫过来了，要聊就要好好聊。赵鹏翔，别以为你们赵家在厂务横着走，我就怕了你。做生意，凭本事，凭良心，正当竞争欢迎。可要是明抢白拿，门也得放。赵老三，想干嘛？赵鹏翔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办事光彩才能受人尊重，总干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早晚死路一条。哎，你咒谁呢你？停车。老板，就停这儿啊？叫你停你就停，哪那么多废话。今天他们给我们40%，我觉得可以了。你可以了，他们也可以吗？谁们？他们。我把你带到这里来，就是想让你醒一醒。你和赵老三走那么近，良心都迷了。我跟赵家真没走多近。你没当过渔民，不知道渔民的苦。我从小在这个码头长大的，我太清楚渔民的苦。要是赵鹏翔把这个海鲜市场拿走，他肯定会压低了收，挨高了卖，根本不会管渔民的死活。可现在的情况就是赵家只手遮天，光靠咱们俩守这片渔港守得住吗？你光批，每一条船上都是猪啊兄弟。他们相信我，把货交给我，公道的收，公道的出。我应承过他们呢，只要我在，这规矩就不变。好，我陪你，咱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今天晚上已经和他们彻底谈崩了，幸好走得快，最近还是避一避。谁避谁不一定呢，哥，你别管了，赵家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当年李家和他们争沙场，结果呢？灭门。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？别再和他们来往了。放心吧，我要说。夏宗海，
警察怎么着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先别激动，哪儿杀人了？新野码头，新野码头杀人了！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都在。好，高明，长征啊！哎呦喂，石伯，哎，别瞎叫，别瞎叫啊！这怎么回事？枪击案。枪击案啊？谁啊？是个狠人，夏宗海。夏宗海死了啊？啊，长征，他，哎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啊，我们过来维护现场秩序。拉警戒线去，长大，不是长大，我们快点儿。行行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忙你们忙。别，师傅，你，别别别，你啥时候拜的师傅，我咋不知道呢？我早就认师傅了。人家答应你了吗？你答应了叫师傅，哎，赶紧干活去。肯定当我师傅了呀。不，我认师傅还得跟你说呀。程哥，哟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堂哥在这儿有艘船，让我过来尝点鲜货。宋哥，宋哥，我师父什么时候跟赵家的人走一起了？这边挺好的，在长武了，只有顺着赵家的人才能过得舒服。你现在还年轻，等你成长了你就知道了。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叫顺着赵家的人？哎，他赵家在昌武就可以一手遮天呀、啊！你这就我你每天怎么那么多问题呢？赶紧去帮法医工作去。什么情况？死人了？啥？谁啊？全中国那么些人，我哪知道谁呀、啊？嗨，那行，那先忙啊啊！收工早啊，快喝点。我这早不了了，你们去吧。行，啊啊，好嘞。三哥，三哥，这个地儿整挺好，挺好。喜欢吗？那肯定。喜欢就常来，都是你三哥自个儿的地方。阿哲，嗯。警察在码头那边忙活什么呢？我现在是一片警，我能知道什么呀？我听说，好像发现了具尸体啊，是夏宗海吧？我不知道啊。今天晚上还见过他。恒哥。不是你给刚起的吧？你滚蛋！那就没事，你操什么心呢？你帮哥哥分析分析，这帮警察因为今天晚上我见过夏宗海，想找我麻烦。不存在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在昌武还有警察敢冤枉你家人呢，那不是疯了吗？更别说三哥你了，找死呢。低调，那还不都因为三哥有你吗？我现在有啥能力啊？还给三哥带着我玩呢。来人帮他。哎，嗯，怎么？怎么了，三哥？吓我一跳啊！什么事儿？刑侦那一帮人，闯进我办公室，拿走了我扎山用的炸药，东西干什么？哎，那不例行检查吗？不用担心，没事。
这么警察不会想要搞我？他能搞着你吗？他们就走走流程，之前被老这样吗？没有事儿，放心吧。能选用那不行，要不这么着啊，你要是担心，我去问问我之前同事，我看看他们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问出来你就放心了吗？放心吧。严静说，你要是现在还在刑警大队多好，还用找到别人？你就是革了主心骨啊。现在完喽，只能在街上管管这些老头老太太吵架啥的，没用。你就说想不想咱哥有办法。道歉啊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周哥，周哥对不起，周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混蛋，是我混蛋。这转那边去。给叔叔道歉。好，叔叔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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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混蛋，是我混蛋，我不该泼脏水呀，叔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哥道歉。周哥，周哥，周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混蛋，我混蛋，这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我问问你啊，我听说你不是在医院瘫痪了吗？你今天怎么起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叔叔呀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哎呦，我不该泼脏水呀，我混蛋！哎呀呀，我不要脸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混蛋，我不该泼脏水。行了，闭嘴吧。团长，我查过了，这小子你先抓过他，一直怀恨在心，所以选择你爸忌日那天过来泼脏水，恶心你。郑哥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混蛋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原谅我，郑哥，你还饶过我吧？山猫，太吵了，换个地方。起来，都小点声。谢谢，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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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怎么了？不喜。
两个从来不亏待人，拿着吧，我先把李岩好好看一下。三哥，我没事儿，谢谢三哥。泼脏水的事儿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是我干的，跟三哥没关系，放心吧。哟，你这是回来了，复职了，这么快啊？这么快啊？不想我回来？谁说的？最想你回来的人就是我了。得了吧，人都哪儿去了？他们都跟案子去了，都出去了，都出去了，都出去了。哎，你看你这办公桌啊，擦得一尘不染的，就是宁宇这小子，天天给你擦，天天给你擦，就盼着你归队。我跟你说，你再不好好努力，我就跟宁宇搭档，你就被放逐了。我才不怕呢，他太嫩了，你看不上。哎，这都是那个码头伤害案的资料是吧？对呀。哎，对，这儿还有。你看，是不是都跟赵家人有关？想过藏在心底的悲伤，源自一些迷茫，过程有些漫长，就把自我隐藏，尽全部力量，直到看见曙光，等一刻天亮。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。没想过独自前行的彷徨，情绪无人分享，压抑热血满腔，看着理想摇晃，把战歌哼唱，牢牢把这使命放心上。有些失望终究会被希望原谅，有些对错终究会被现实隐藏，有些谎言终究会被结局埋葬，有些坚定终究来自心坦荡，那些孤独终究会被圆满补偿，那些深爱怎么去伪装，那些伤害怎么退让，等到天亮，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光亮，那些伤害怎么退让，等到天亮，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光亮。